你可以跟着狗笼小运走啊。对，没错。今天姐姐跟弟弟来到了好田森林啊，这个是个新景点。哦，这里有什么有力？嗯。那只恐龙蛋壳，弟弟过来。过来，弟弟过来。就变成恐龙了。对，你过来吧。来这边啊，这边比较舒服，弟弟。你看这里好多玩的哦，你不过来吗？你看这里好多恐龙蛋蛋。恐龙蛋壳那边有个很大的。好。而且最大的。哇，好大的恐龙蛋壳哦！天啊！啊？从后面，后面。后面有洞口，你可以从那里进来。耶、yeah, ！看爸爸，我爸爸拍张照。耶、yeah, ！一二三，耶！好，很棒哦。啊，你要录影吗？对，我录影跟拍照都有。